这儿的。今天出来钓鱼，被我发现一个非常不错的小河。那
可以啊，给大家看一下啊，我们今天就是一共用了两根蚯蚓就钓了这么多的鱼，非常漂亮。就是这种小河，谁也没想到这里会有这么多的鱼，而且还有这种大板鲫。然后一共就带了几根蚯蚓，还没有完。如果钓友你也喜欢钓鱼，记得双击关注一下脸地，感谢各位钓友。这些鱼啊，我们就给钓友放生了，祝愿我们钓友身体健康。走啊，我们去别的地方开发新的钓位。